有關主張香港獨立的言論不是學術研究，某程度有些即曲線幫我們宣傳，大比例咁炒作之下，可能在即泛民光譜裡面的支持或者接觸到這些思想的人會多了。探討港獨都變禁書，23條你怎頂得住啊？我建議大家在進一步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呢，可以在網上下載或者書局買這些書來看一下。可惜想買都難呢，本香港民族論無啦啦被點名，網上還一度傳他變了禁書，查實只是太好賣補不切貨啫。學院說會加印3000本的了，不過議題敏感啲都被特首批鬥，學術界當然最擔心了。這一份的施政報告不單止沒有去面對政治這個挑戰，還要抽出年輕人去到狂攻猛打，真是一種意識形態的鬥爭。說外國都不會有學術禁區，就算是蘇聯時代學者研究蘇共解體都沒事，鬧爆示威的言論是沒有23條下的23條，真是立了就不得了啊。雖然當事人就說沒有23條的立法時間表，又否認是中央叫他向港大開火，但有政界中人說示威今次是想配合中央的強硬路線，始終保住自己政治前途而已。不過不知道示威聽完同學仔這樣說，會不會覺得弄巧反拙呢？而家抄翻呢件事出嚟，其實就係可以話俾公眾聽，係啊，我就係光明正大講港獨啊，或者提倡港獨呢樣嘢。我而家又唔係付諸行動，你唔可以話我違法啊，係咪？咁大家要俾翻啲勇氣出嚟去講翻一啲大家成日都會覺得係禁忌嘅嘢。